甲酸胺的化学式是 NH4HCO2， 是甲酸的胺盐。它是一种无色稀释性结晶固体。甲酸胺的化学名称是甲酸胺， NH4HCO2 是甲酸的胺盐。它是一种无色稀释性结晶固体。甲酸胺的摩尔质量为 104.09 克 mol， 这是透过将胺的摩尔质量 17.04 克 mol 添加到甲酸的摩尔质量 96.06 克 mol 来计算的。甲酸胺的摩尔质量为 104.09 克 mol 或 17.04 克 mol 加加 96.06 克 mol 104.09 克 mol。 甲酸胺的熔点约为摄氏180度356华氏度。这些资讯可以在化学和物理手册 CRC Press 2020中找到。该手册是各种物质的物理和化学性质的广泛使用的参考资料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，物质的熔点可能会根据纯度、结晶度和其他因素而变化。甲酸胺的沸点为 148.5 摄氏度 300.9 度 F， 该值是从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 NIST 获得的精确度在 0.1 摄氏度0.18 度 F 以内。物质的沸点是物质的蒸汽压等于大气压力时的温度，导致液体沸腾并变成气体。甲酸胺的沸点为 148.5 摄氏度 ,300 摄氏度。